回家了。可真的好冷哦，看一下。哦，有没有看到那只、那两只？好像只看到一只哦，另外一只不知道哪里去。另外是在这里。对，好。那我们今天下午应该会回去我们那边的健身房看一看。对，好处那边好的地方就是人超少的，地超大的，就可以尽情的拍。好，那我们到时候见喽，拜。欢迎光临我的新旧健身房，新的旧健身房。就像我说的，健身房真的除了我，几乎一个人都没有。没有人跟我抢地方，没有人跟我抢重量，太爽了。但是这里的很大一个缺点就是，两个缺点。第一是哑铃最重就25公斤，那要干什么？第二点就是他们的音乐都放那种我愿意为你这种，你要怎么推起啊？推到一半就软掉了。今天训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当然我重量有稍微提升一点点了，是不错的。我原本以为，因为我今天是早上7点的多的飞机，所以我4点多就起来了，我1点多才睡，我觉得我精神很不好，就没想到其实状态还 OK， 只是我眼睛有一点点红红的、茫茫的感觉。其实有时候你会被自己说服说你推不下去这个重量，你没办法做这个重量，很多时候是自己心理作用，说我无法，那你就真的无法了。你只要心里想着我可以，其实合理情况下呢，你基本上都做得到，不用怕说今天感觉状态不好，你就一直这样想的话，你就真的会状态不好，这是真的。我总共做4组的平板，然后在4组的上斜。这次训练开始呢，我会在训练的最后加1到2组高次数的 bodybuilding 的训练。我所谓高次数是指8到10下，没有说那种超高次数的。对，我想说 powerlifting 跟 bodybuilding 综合在一起，最大化那个效果应该不错。在前半段应该有看到我在飞机上的那盒飞机餐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来告诉你我是如何大概估算它的热量的。请看，首先你看哦，那盒饭，我现在已经搅在一起了。它原本的饭量大约是一个拳头，所以一个拳头的米呢？一个拳头的煮熟的米大约是100克，所以就是360大卡。然后你看那边有几片鸡肉，2、3片鸡肉，那个其实没什么。然后一点酱啊，酱汁要特别小心。我基本上我出门吃东西的话，如果那个酱汁没有很夸张，不会说什么奶油啊什么的，我大概就是估算它100大卡。旁边蔬菜呢，那一点点我就直接就不算它了。所以那些鸡肉酱大约就100大卡，米饭360大卡，还有100克嘛。所以那一盒是460大卡，旁边还有一些小小的黄瓜啦，两片水果，其实它是一片西瓜，一片哈密瓜。虽然这两种水果，它们的碳水化合物相对来讲比较高，但是只有两片而已，造成不了什么差别。所以我们就把它跟黄瓜就估算个50大卡就好。所以说，米饭360，酱跟鸡肉100，那460。再加50大卡，那就是510大卡。所以我总共飞机上吃了大约510大卡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出门在外，可以靠一些小小的细节、一些技巧，去大概算一下你的热量是多少。当然，最好是能非常仔细的计算，但是有时候出门在外就是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好，希望你们学会这个小技巧。到这边，今天视频就到这边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